各位大家好，我现在跟各位介绍第十五章第五节的扭曲的滤镜哈。那扭曲滤镜，我们第一个范例是05的这张图啊，05这张图。那扭曲滤镜在哪边？在滤镜里面的扭曲，扭曲里面有2、4、6、8、9个内缩、外扩、扭转、坡形、旋转、移至、鱼眼、倾斜、涟漪、锯齿，啊，总共有9个，各这样的一个工具。另外，在滤镜收藏馆里面有3个，啊，扭曲里面有玻璃、海浪、扩散光晕，好，总共有这样的一个12个，总共一个扭曲的一个工具啊。那扭曲的工具，我们来介绍第一个，第一个是内缩跟外扩。好，那我们就复制一份啊，复制一份。那我们来做这个花的内缩跟外扩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花，由我们选滤镜、扭曲、内缩。那我们先做内缩，内缩，内缩。好，按确定，它就会内缩的效果。好，那你就，如果你要部分的内缩，那我回到上一步，部分的内缩，你可以选取那个这边的圆椭圆形选取工具。好，那我们选一个范围，针对它来做滤镜扭曲内缩啊，内缩啊，按确定。好，针对它来做内缩，好，这样也可以啊，内缩，内缩的工具。好，内缩，然后我们再复制一份，来复制一份，啊，复制一份。好，我们这一张图，我们要做外扩，外扩，好，外扩的一个效果。好，外扩效果为了不影响那个它里面，我们也可以选一个范围啊，选一个范围，再换这边做外扩的话的效果。好，滤镜、扭曲、内缩、外扩，我们给它选。100外扩，按确定啊，它就会有外扩的效果啊。好，这个是扭曲跟外扩两个，内缩外扩啊，内缩外扩。好，这样呢就变成两朵不同的花啊，不同的花。好，这样子可以啊。好，再来内缩外扩以外，内缩外扩第二个是要讲的是那个旋扭转。那扭转里面，你也可以让它这样子扭转。好，那我们来试看看扭转，扭曲里面的扭转，扭转，扭转。好，第二个是扭转。那扭转了，我们就可以大一点，很大胆的让它扭转，可以吗？扭转，按确定。好，那这样就有一个扭转效果。好，那这扭转可以逆时钟跟顺时钟扭转。那这个扭转跟内缩外扩，除了在这边以外，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它这些工具是在哪里的？在滤镜里面的异化，异化你看到吗？这边一个，这是往前推、往后推的那个工具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看到扭转工具？我看这边扭转工具，好，你可以选它扭转，扭转，好，这边扭转，你可以让它扭转，你看扭转，你看扭转。好，扭转工具。好，再来一个是膨胀工具，容膨胀，那个我们选大一点，填大一点，好，让它膨胀。好，内缩，好，内缩的工具，这是内缩。好，那个就是膨胀，下一个是膨胀，让我们把它选大一点，好，那膨胀工具，有看到膨胀吗？好，那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推的。往前推举的工具，好，那这个工具我们把它缩小一点，好，那你就可以来推它，可以旋转它，有看到很好玩的工具，对不对？好，一直转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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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可以制造很多不同的那个很像不同的花纹，好，不同的花，你可以旋转它，你就可以。造成不同的花纹，好，这是推推手，但是主要是推脸的，
那假如我们来拿来推它也很好玩，我会产生不同的一些效果，蛮好看的一些效果。好，你可以顺时间换时间都可以。好，很多一个效果。好，这些以后你可以做一些像这个扭转的，让它旋转，可以再大一点点，大一点，哇，很漂亮哈，扭转的时候就很漂亮，很好用的一个功能。但你把它缩起来，缩小一点，啊，不要太大。你也可以把这个缩小一点，再小一点，啊，部分把它缩小，内缩，好，外扩，外扩，大一，小一点的外扩，啊，有没有外扩？啊，外扩，啊，外扩，啊，这样就很漂亮一个纹路啊，纹路。如果你想要用不同的纹路，你就可以用这样去创作不同的纹路。很好看的创作不同你喜欢的纹路哈。好，中间的部分要放大一点，那我们就中间的部分呢把它放大一点，不同纹路，看到不同纹路就会产生一个很好看的不同的纹路啊。你可以自己设计哈，不同的纹路。好，这边就是有在那边也有这三个工具，跟它很类似，但是这个也很好用，很好用。好，那这样就完成了，就是内缩、外扩、扭转这三个以外，在异化里面也有这样的功能，异化里面的功能，异化里面的功能。好，那这样我们就你平常就可以多用，那你在想到要用的时候就可以想到这些功能。好，下面一个就是介绍的就是波形。那波形我们第六个，好，刚才是第五嘛，现在换第六个。我们第六个波形，那我们就选复制一份。好，那一样我们可以用滤镜里面的扭曲做波形效果。那波形效果有很多，那它也可以产生的数量，你看它这边。好，你可以选择正波、正弦波也可以，三角形也可以，都可以不同的效果。好，那你可以波长，波长就是一个波的这个时间长啊，那波长是 time domain 的哈，是时间长度波这样的波长啊。再来振幅就是它的强度，高度就是它的振幅啊，这样子。那我们可以来试看看不同的，我们缩放放了一半就好了。好，那就它会有变化啊，振幅啊，可以做这样的变化。那你可以看一下三角形、正方形啊，有没有不同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正弦波啊，有看到那就很漂亮。那你也可以配合那个扭曲来推，可以蛮漂亮的一张图。那我在这边要介绍一个工具，就是之前我们教过的一个那个空格化里面的油画。油画你就可以选择油画按确定，哦，它就有油画的效果，很好的一个面，对不对？很漂亮一个面，你可以看一下哈，一个画面。那你可以拿来当做其他画布的一个背景也可以哈。好，那这个波形的效果运用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用。好，这个就是波形的效果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下一个。波形效果我们来介绍旋转。那旋转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七张图这个旋转。那这个旋转我们一样复制一份。那旋转这个怎么做呢？按滤镜里面扭曲里面的旋转效果。好，按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。哇，这个云就在中间，旁边的花就在外围。好，有看到齁。那可是我们中间有一条线怎么办？那我们来试看看，我们回到上一步。那这个怎么办？我们先把这一边接到这一边来，然后让中间没有接痕。好，那我们来试着做看看。我们可以用这种裁剪的工具，矩形选取画面工具。那我们就画一个画框，好，框，然后按 Ctrl+J 把它取起来。那 Ctrl+J 以后取起来的这个画面我们就把它移到右边。好，移到右边。好，那移到右边
往右边这一条线接到这边右边来，它就会接到这边来了。有看到这一条线？好，那我们要怎么做？我们就用编辑里面的变形，水平翻转。哦，那我们把它水平翻转，这条线跟这条线就一样，你看花的这条线跟这条线边的这条线，两个就会一样。但是因为这样子，它这边线还没有接起来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用遮色片，然后用这个渐层工具，然后从这边往右拉，拉拉拉一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拉一半哦，三分之二地方，哇，它就融合在一起了嘛。如果你现在觉得现在还不够融合，你可以用笔刷，然后调小一点，然后你让它慢慢刷，慢慢刷，让它哎，这样是不是都结合在一起？有吗？慢慢刷，有没有很像结合在一起？有吗？有哈，这样子慢慢让它结合在一起。哎，看起来哎，两边又一样，又可以结合在一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再把它按右键，把这个图层按右键，按向下合并图层。好，那我们来做一次滤镜里面的扭曲里面的什么旋转。好，按确定。哇，你看中间就没有线了，你看接的这么好，有吗？这个就是这样的接法。好，那接好以后，我们可不可以往花在里面，天空在外面？可以哦，那我们再做一次，回到上一步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用编辑以变形，然后做垂直翻转，那云在里，云在外面，花在里面。可是这样云太多，那说我就用裁剪，我把云剪掉一半就好了吧？好 ，OK， 按确定，那云就剪掉一半了。那我们再来做一次。滤镜里面的扭曲，里面的旋转，好，按确定，它有矩形到旋转效果，也可以把旋转效果弄到矩形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矩形弄到旋转的效果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哦，那就变成一个圈，一个圈圈，外面天空，但是这样子好像不是很圆，对不对？很正方形，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编辑里面的变形缩放，然后把它推到中间来，哎，就圆一点了，看到吗？圆一点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打勾，然后用裁剪工具把它再剪小一点啊，剪小一点。好，按确定。好，打勾。好，那这样就我们就这个地球就已经做好了，这样来讲地球就做好了。好，看到一个地。花的地球在里面啊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这可以自试，用很好的地球做试看看，试看看哦。好，那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旋转的一个效果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继续介绍下一个移字。那移字里面要做什么呢？移字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国旗，那国旗要让它飘扬，那我们要让它波动的感觉。那波动感觉我们可以用这种波形的效果，黑白波形的效果，强一点就波动不同的效果来做。那我们来试看看，我们打开08这张图，这张图。好，那我们再打开那个 05B 的这张图。好，这张图 08B 这张图。好，这个是一个波动的图，可以吗？这个齁。好，这个波动的图，那我们来做一次看看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就用滤镜里面的扭曲里面的移字，那我们这个水平设为20，缩放也设为20，那我们延伸以弧合，就是旁边是弧合它的波形，好，不要并列哦。还有一个重复编列的像素。好，重复，那我们按确定。好，那我们选刚才那个 08B 这张图，按开启。好，那这样就有波形了，有看到吗？哦，国旗就有波形，就依照我们刚才给它的这个波的，哎，这个往上翘下来，往上翘这样的些深浅来作为我们的
国企的波形啊，国企的波形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意志。好，那如果你要改变我们的波形，你可以在这边做波形的改变。那我们重新做一个可以吗？可以哦。那我们把这个再新增一个图层，空白的图层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波形用这个渐层，渐层，渐层，然后选择这个渐层工具，我们点一下，然后我们可以增加这个先前，先前怎么做？你就多点几个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那我们这个要变成白色、灰色，你就选色标，选它，这边选灰色一点，灰色一点。好，那这个就选，再点它，选白一点，啊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这边再选色标，再选白一点，啊，可以吗？这样就有黑白黑白的感觉。按确定，确定以后我们就来用渐层，往右拉，哈，这样就一层一层。好，一样我们把它存起来，存起来，存档，存起来，存档，存档。储存档案，好，按确定，把它存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再做一次，做国企再做一次。那我们回到原来的样子，再做一次啊，滤镜里面的那个扭曲里面的一致。那我们按确定，选是 08B， 按确定，哦，它就有不同的飘扬的效果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用我们波。是用图案的深浅来调整我们国旗的波形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把它关掉，关掉，关掉。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波形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张图，我们开启旧档里面的这一张图，就是09的这张图，09这张图。好，我们看一下09这张图。09的这张图，这个文字是 nature， 有 nature， 它是用柔光混合在下面这个张图上面，有看到吗？但是因为这样的字是平，是平的，但是后面这个麻布袋一布料它是有波折的，这样子套上去就一点都不像是上面的字，不像哦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字套在后面这张布里面的波纹，深浅，来让这个字印在上面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做呢？那我们就先把这张图给它存在另一张上面，好，另存新档，存成那个 PSD 档。好，那 PSD 档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，好，这是这个 PSD 档。那我们之前已经用 ABCD 了嘛，我们就改为 D 好了，已经做过几次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把它改为 D， 好，一样可以啊， D 啊， D 啊，好，把它存档存起来，好， OK， 确定，好，那这样就有这个波纹，好， OK， 那我们这个文字要用什么波纹来做呢？一样用滤镜里面的扭曲里面的一致。好，按确定。那我们用这个一致的图呢？好，那我们就用这张图哦，用这张图。09，那我们先用做 09B。好，来按看一下，开启。好，你看波形就依照这个来做波形。09B 是我们做过的，那你可以用09D开始该做，就滤镜里面扭曲。那个一致效果确定 09D， 我们来做一次看看是不是要有这样的效果。好，它有不同的效果，有看到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有吗？就印在上面该弯的地方，它会跟着这个波形来弯，有没有看到？跟着这个波形来弯，有看到波形来弯，这个是很好用的一个工具啊。以后你文字要套印在任何物体上面，你必须随着它物体的皱褶来做变形啊！如果你不这样做，就不像啊，对，不像啊，这样就有点像它印在上面的字，印在上面的字。
好，这个是移植的效果，这个要记，这个会常常用到，用到到在合成里面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下一个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好，那下一个我们来介绍的是那个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下一个是第十的这张图，啊，这个菊花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的是鱼眼效果，那我们一样。物质移位，当然鱼眼效果很多地方，我们刚才在异化里面也有啦，但是这个效果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当然也有很多地方，滤镜里面的扭曲里面的鱼眼效果，好，那就可以做，这个很像我们刚才做那个，对不对？外扩那个，好啦，其实真的都很像，好，那我们这个可以总量，我们可以来调整，哦，好，内缩外扩。啊，但在这个模式里面有用，只用水平啊，只用水平内缩外扩，水平内缩外扩，啊，水平内缩外扩也有，也有仅用垂直的水平内缩外扩，啊，有没有？啊，很好用的一个效果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与正常的圆的，好，那我们把它外扩一点，外扩一点，有没有外扩一点？好，可以吗？按确定。那这样就外扩的效果，花的外扩效果，好，鱼眼的效果，好，这样好，那这种鱼眼效果，花鱼眼效果。那其实这张图除了鱼眼效果以外，其实我们可以套在原来的物体上面的物体上面，这个可以当做我们的那个水晶球的那个球面，球面有没有很漂亮？好，那你套在原来的上面，你可以用什么？用色彩增值，可以吗？哦，那就会套在这个上面，有个球面水晶感觉。你也可以用加深颜色，哦，让它有点哇，形成一个不同的感觉啦，哦，不同的感觉。你看你要怎么运用？好，怎么运用？哦，好，怎么运用？套在它的上面，好，满足了一种不同的。你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鱼眼的效果，加上你的混合涂层，让它更多的变量化。好，那我们刚才讲的，我们再做一份。我们刚才做鱼眼只有外扩，那我们就可以做内缩，滤镜里面的鱼眼，扭曲里面鱼眼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做内缩，内缩，内缩一点，然后完缺点，这样内缩，它就有这种光芒，跟两个刚才圈圈又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其实这两个你把它套在一起，我们把它放在上面好了，放在上面这个圈圈，那我们给它用混合涂层里面的柔光好了，柔光，好，你看它就会不会有线出来？那我们看一下照射的线，好，有照射的线会让它跑出来，会跑出来。那不同的花，不同的现象，你会造成不同的效果。那这个就是可以让你去运用。利用在像这种幻觉的影片里面，你都可以用哦，膨胀、缩小光线，这边就光线出来哦。你看光线啊，光线，再按一下光线，外扩的光线，内缩的光线。好，这样子你就可以来当不同的幻影，当然可以增加你的图片的可看度。好，这个就是鱼眼效果，那配合。色彩增值、加深颜色、或是裸光，或是覆盖都可以，或是把它用强烈光源也可以，那就是变成不同的一个效果。那就看到你要的效果是怎样的幻影，好，好，这样子就很不错的一个效果。那再加上，你要用其他的艺术风，那加起来你就会有不同的，哦，不同的你这张相片的不同的效果，哦，你。如果你要做成艺术那个沙龙照，那你想要有它的不同的一种幻影哈，那你就可以这样子来做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来继续介绍这个下一个功能。我们下一个功能是倾斜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倾斜这张图。好，按确定。好，那这张图我们应该把它放大一点。那我们一样复制一份。那这个倾斜怎么做呢？其实这个倾斜蛮简单的，你就
其实你就照着他做，你都可以做得出来倾斜。但是这个倾斜我们就把它弯过来一点，弯过来。但是这样弯了太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可以往曲线，弯，你们弯，按曲线的弯，好，它就弯到这边来，很帅的一个倾斜哈，倾斜。那你看你要怎么做了？哦，那你就可以按倾斜，好，那你也可以设置重物边缘，啊，让这个不要有这个线。好，这个是倾斜，当然很简单，但这倾斜要用在哪里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倾斜，然后把它关闭啊。我们有一张图，我们可以做倾斜，就这张图。我觉得这个做倾斜蛮好用的，让你了解一下。我们把它放大一点。我们想要让这个花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线条，这个太直了嘛哈，你看起来就没有一个夸张的感觉。那我要复制一份。那我想要让前面这个花能够有一个这样倾斜的效果，那后面的人不要，所以我就用按这个，按选矩形选取工具，然后我就选它这个范围到人就好，不要人前面不要了，再不要了，不要再啊人流选那个倾斜就不好看了，然后只要花倾斜，那我就按滤镜里面的扭曲里面的倾斜效果，那我就去做倾斜。那要倾斜什么度呢？那我把它放到中间，那这样有吗？倾斜过来，然后下面再按弯过来，有吗？那下面再给它过来一点，花的倾斜啊，这样就好了，不要那么夸张，有倾斜的角度，按确定，你看有没有花的倾斜效果？你这样看起来就有一个夸张的角度啊，夸张的角度。那前面这个路太直了，你可以重新再来做一遍，再做一遍。好，我们往右，因为它已经往右了，我们就这样 S 型，好不好？我们就 S 型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做一次扭曲里面的倾斜效果。那我们往右倾斜，也过来，好，倾斜效果，好，倾斜效果。S 型哦 ，S 型的倾斜效果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按确定，这样一个 S 型，让它有很夸张的一个 S 型的倾斜效果。好 ，OK， 那这样子就是可以达到一个夸张的一个效果。当然，你不能倾斜这么大，这花都变形了。你可以小一点的哈，那我是故意做的很夸张，让它觉得说有这样的感觉哈，有这样的感觉。好，这个可以用在这边。好，再来下一个，我们来做一个涟漪。那涟漪我们用的是这一张图，第十，刚才是用11嘛，现在用12，这一张图。好，那我们要来做的是水波纹的部分。那我们一样复制一份。好，这个水波纹我们可以选择用这个水波纹来做涟漪，所以我们就可以选它，选太多了，再选一次。好，水的部分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做滤镜里面扭曲的涟漪效果。那这个涟漪效果你可以选大中小，然后我们选总量，哇，这样就太夸张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就太夸张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太夸张了。好，那我们选中，好，这是蛮夸张的，大小都很夸张。我们选小一点，哇，小一点，总量也不要那么多，有没有？总量一点点就好了，总量一点点，100左右。好，那这样就那个涟漪的效果，你看一下涟漪的效果，有涟漪的效果。好，你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涟漪效果，有吗？好，水波那在动，这样子涟漪的效果。好 ，OK， 这样就是达到我们这个涟漪的效果，水波涟漪效果，大家可以试看看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下一个是什么呢？锯齿的形状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把它关掉，我们换第13的这张图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放大。那锯齿状我们可以选中间这个圆圈，我们先复制一份。好，复制一份，然后我们选中，那选中间怎么选呢？
先按住，用滑鼠按住左键，往右往下拉一点点小圈圈，再用你的手指按住键盘的 Ctrl 跟 Auto、哦、这是正方形，然后按 Shift 跟 Auto， 这是方形、哦、我们选到方形的对不对、哦、对，我们选到方形，我们再选出 Ctrl D 选出，我们这边要选住椭圆形，我们再拉一次，往下拉圆形，然后按 Ctrl Auto， 有看到吗？圆形，有吗？往圈圈的，哦，有吗？看到有吗？圆形，哦，有吗？往外拉圆形，好 ，OK， 那拉以后我们手就可以放掉，手放掉，先放掉滑鼠，再放掉键盘，好，就可以选到一个圆。如果你要选正圆，结果有 Shift Auto。好，如果你要选一个椭圆的正中心 ，Ctrl Auto， 那就看你自己的选择。好，那我们选好以后，就可以按滤镜里面扭曲里面的锯齿状。那锯齿状你可以选总量，哇，这样 会太多，太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那个及那个背部的部分，我们就是可以选择它。哦，连你的。给你，可以看你喜欢的样子，这样子吧。这是池塘连你，你也可以选绕行中间，哦，你也可以选择远离中间，远离，啊、哦，远离。那我们总量不要这么多，远离总量，啊、哦，总量远离，我看到吗？远离，然后可以看，啊、哦，变形，啊、哦，中间可以看、哦，不同的效果。好，那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不同的效果，中间这个心变成不同的一个效果。好，那你可以自己选择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锯齿状。当然锯齿状里面就是像啊，我丢了一个石头到水里面啊，让它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，嘣啊，那就会这样的效果。或是你要画别的那个表皮的颜色、肤色，要用这种工具，所以你也可以用得到了，用得到。不是说这个锯齿状很难，你说哎，这个我根本用不到，不会哦，你还是可以用到。你看，有看到吗？啊、哦，有吗？很多很漂亮的功能啊、哦，有看到吗？好，这个可以适用在很多的地方，很多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锯齿的一个效果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来做下一个那个选取工具。好，那我们来下一个选取这个效果。那我们这个房子工顶上面可以看到这个区块，我们复制一份。那我们要把它做成什么效果？海浪的效果。好。那我们现在做的是啊海浪的效果。诶，我们现在做15，那我们先做14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做 14， 因为跳到15来照顺序做好了，我们跳做14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那个滤镜收藏馆里面的三个功能，扭曲的功能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衣服，它衣服里面是有透过一个玻璃，那我们这个玻璃希望能够让它，哎，看起来真的，这是玻璃擦得很亮。但是假如像下雨天，它可能有一点点雾玻璃的样子。那我们要做成雾玻璃的样子，那可以我们先复制一份，那选取我们的这个选多边形套索工具。然后我们依照这个玻璃这个角落四个角，我们把它选起来。第一个角，第二个角，只要选玻璃就好了。第二个角，啊，第三个角，第四个角，只要选玻璃就好了，不要选太多。啊，第五个角，啊，选起来。好，选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来做这样的效果，叫滤
镜里面，滤镜收藏馆里面的玻璃效果。好，玻璃效果里面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？扭曲，然后扭曲大小，哇，这样太整个都看不到啦，毛玻璃但是看不到也不行，我们就扭曲小小小，可以看到，二就好了。好，偏滑度你可以选，这样就都看得到，那也不好。那我们要一点点雾状的感觉，好，雾状的感觉。那你可以这边可以选毛面，也可以选画布，哦，你也可以选块状，像是像真的很像一块玻璃这样子块状，也可以啊，都可以这样选，块状也可以，块状的大小也可以选小一点啊，小一点块这样，啊，这样子也很像，对不对？你可以选。好，那依照你喜欢，很像玻璃哦，对吧？玻璃样子套在里面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玻璃的一个情况。因为玻璃上次我们也有用别的例子，有介绍过。好，那个这个就是玻璃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关掉，关掉。好，我们来继续介绍这个房子里面的效果，坡形效果。好，扭曲的一个效果。那我们要怎么选取这个椭圆这一块呢？我们用选取工具，椭圆选取工具。即使我们按了椭圆中间，哦，还不没办法选到。我们按一次看看，按中间往外拉，然后按 Ctrl Auto， 还是没办法选到刚刚好，对，刚刚好。所以没办法选到刚刚好，那我们就可以选大一点，大大一点点，大大一点点，可以吗？大大一点点，手放到滑鼠，再放到键盘。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工具可以调整这个我们选区的大小，叫做选取里面一个叫做调那个变形选取范围，变形选取范围。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拉下来一点点，好啦。然后往外拉一点点，变形选取范围，啊，我们先调整四边，再来调整中间，我们把它放到中间，变形选取范围，啊，选好以后，我们再来做什么？做这个调整变形，啊，调整变形，啊，调整变形，然后我们往里面拉一点，拉一点，拉一点，啊，拉一点，那如果比较多的，就整个往里面推。好，细部的部分再来往里面推一点，这个细部的再往外推一点，外这个往里面推一点。好，那这边好了，那这个一样，你往里面推一点点，往里面推一点，往里面推一点，那往里面推一点，往里面推一点，再推一点点，外推一点点，再推一点点。好，这个在外面拉一点点，好，这个再往里面推一点。好，用这种工具就很好，很好调整哦。你看，刚刚好选到这个，哎，对不起，然后这个已经跑掉。好，这，哎，拉太大力了，好，拉太大力了。好，这个再拉一次，我们重来，刚才拉被我拉到了。好，调整范围，拉好位置。好，被我拉到。好，再来，没关系，可以慢慢调整。好，调好了，我们这个再把它拉外面一点，啊，这个在里面一点，要刚刚好在里面的位置，里面的位置，啊，调整，好，刚好是都在里面哦，都在里面，这个范围再短一点点，好，再大一点点。好，调好以后，我们这个圆圈我们可以用这样变形来调整，按打勾。那打勾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怎么变形呢？滤镜收藏馆里面的海浪坡形，坡形可以选择大小，你喜欢的大小，强度你喜欢的强度，哦，按确定，哦，波浪效果。好，那上面就有一个波浪效果。但是假如这样的波浪效果，你觉得，哎，还不错，但是你又要想它让它做变，原来它这个波形只是要一个反射的光，很像亮光这样子，强调它的那个夸张那个亮光性。那我们可以按 Ctrl J，
Ctrl 键把它当作一张图。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做合成里面的什么？我们要那个加深颜色啊，加深颜色，有没有暗光？有没有亮光？那如果不要这么暗啊，你可以调整这个亮光啊，亮光啊，你也可以用光源，小光源，小光源，亮光，但是这有点太亮。如果要需要夸张一点，那我就不要用这样一点点了，一点点。那我如果要的话，我就加那个加深颜色或是色彩增值，让它加夸张一点。那加深颜色是最夸张，加深颜色最夸张。你可以让它上面是暗的，有亮灯，下面是亮的，让它有一个夸张的效果，戏剧效果。好，这样就很好的一张图，一张图。好，那你可以在这边运用上面来使用。好，最后一个要跟各位介绍的是那个扩散光晕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再把最后一张图把它找出来。好，第十六张图。好，第十六张图。啊，这张图我们可以做一些扩散光晕。好，我们可以复制一份。那我们可以做两个扩散光晕。好，用滤镜收藏馆里面这个扩散光晕。那我们这个扩散光晕这个是很白的，我们看到白白的。那你可以选择粒子大小，很多的，很多，很亮的，这个太亮，很多很亮的，我们就夸张一点好了。那清除量就是我们的什么？这清除量我们有些东西是用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去污清洁度啦，清洁度，有的叫清除量，有人叫清洁度啊。那我们就用不要清洁度太高，那就是要白啊，要白啊，要白一点。然后我们就按确定第一张图，就把它变成这样子。那我们再复制一份啊，第二张图啊，那我们再做一次滤镜里面滤镜收藏馆。那我们要做什么？粒子要小一点，不要这么黑。然后光度也不要这么多啊，清洁度要高一点，好，一样保持原来的，好，按确定，好，这张图是这样子，这张图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可以用什么让它上面要白一点，下面保持原来的？所以说我们可以用那个遮色片，然后用渐层的方式，那往下拉，往上拉，好，拉拉拉拉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上面有，下面没有。好，渐层不是这个渐层，是要黑白的渐层。好，再拉一次。好，下面有黑的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黑，针对这个，那我用笔刷，然后把这个花把它恢复原来的颜色。好，恢复原来的颜色。好，恢复原来的颜色，我们调到100好了。100，恢复原来的颜色，其他该白的地方就很白。渐层白，这样来调整，背景的部分跟前景的部分有不同的一个效果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在运用上面可以用来做背景的部分，做什么扩散光晕，扩散光晕背景的部分。如果背景的部分你也可以把它加倍的，也可以哦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合成起来，合成起来，把它合成，像合并。向下合并图层。好，那我们再做一个什么滤镜里面的模糊。这时候用的模糊搞不好也很好用哦，高斯模糊。好，那我们给它一点模糊，可以吗？好，一点模糊，不要太模糊。那个粒子模糊以后就会那个，好，模糊就会模糊这样子，就不会那个一颗一颗了。然后我们用图层遮色片，再把这个图原来的图把它清出来。清出来，哇，那你的背景就会更模糊，然后还有更换那个灯，那个讲讲就是背景模糊那个效果就会更好，更好。好，这个也可以用在很多方面。好，那扭曲我就全部跟各位介绍完了，大家可以试看看。那我再用课本的范例跟各位介绍一遍，跟各位介绍一遍。